觉得这是对羽球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吧，就是大家都有在运动，然后会来支持选手。我觉得这是让体育的发展可以更好，然后加上让大家保持着有一个运动的良好习惯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风气。今天有觉得特别热吗？每天都很热，回去之后会再继续就是持续的训练，然后再去参加下一个比赛。因为现在就是奥运的周期，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打完有没有特别不想做什么放松的事情？想要回家。吃冰淇淋。回家。